味道还不错。嗯。这种天气应就还比较好，好就寝。冬天最恐怖。嗯，太冷。太冷。然后冬天我们救小猫也是，因为我们都要用灯这样子24小时一直保温。可是哈，有时候又太热，太热他们又不会讲话，就是一直躲一直闪。那好像温度太高，他们好像很容易口渴吧？嗯，就。为了这样子腰酸背痛，